四小下面两面角的夹角啊，两面角，啊，第一小角，一一啊哈，这等于多少呢？二 x 加上 y 减一等于七啊哈，二加 y 减一等于七。那一二呢？这等于 x 减 y 减二一哈，等于五啊，对吧？好，那这样的话 cos 西塔哈，就等于多少呢？就等于这 n 一是多少呢？哦 ，n 一哈，这等于根号多少呢？二四加一加一嘛，二分之二一负一啊，对不对？哦，这等于呢根号六分之二一，对吧？然后这个 n 二一敲呢，这等于一加一加四。一负一跟负二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好，然后说你逗得起来就等于多少？逗得起来的话就等于呢，六分之多少？根号六乘以根号六嘛。六是多少？这个乘以这个，二减一加二。所以四减一多少？三嘛。所以是二分之一。所以呢，西塔等于多少？等于六十度了，或一百二十度。好，有问题，没问题吧？好，六十度跟二十度。好，再我们看呢第二小题。好，第二小题的话，他说呢 ，F 一啊哈，这是二 x 加 y 加三 z 等于七啊 ，F 二呢？这等于 s 加 y 减一等于五了，对吧？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这 n 一等于多少哈 ？n 一就等于这个根号多少？四加一加九，好，那就是二一三。n 二呢？一加一加一，它会多少呢？一一负一啊，这 cos 西塔等于多少呢？这是根号十四嘛，对吧？啊，这是根号三，四加一加九，九十十四嘛，十四呢乘以三多少？三四十二积，三一三四十二，对吧？哦，根号四十二，它分多少呢？二加二乘以一，一加一减三，所以零啊，所以零的话，所以西塔就等于多少呢？所以西塔就等于九十度啊。啊，另外一个西塔也是九十度，对吧？互相垂直，哦，这两个平面就互相垂直，这样有问题。